你怎么一次吃两只手？你好贪心呢、啊！你一只手不够吃这两只哦，左右都顾到了。你好夸张啊、哦！你好夸张！我看你的手都伸到嘴巴里，你也太夸张，你嘴巴就这么小了，妹妹。你的嘴巴没办法塞一个拳头，更不用说是两个拳头哦。你的嘴巴没那么大，知道吗？没有那么大，不要再吃了啊！你从哪里学来的啊？你把肚肚夹起来了。这是哪里学的？他很开心，他看到荧镜头很开心，在表演，一去吃两个拳头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还没有睡啊？九点半了，爸爸妈妈在这里跟你耗一个半小时了，妹妹。睡觉了，晚安喽，哈，晚安。